好，这个强震与风灾期间，多仰赖协勤民力的帮忙，不仅减轻灾害损失，也让民众感到的温暖。今天乡公所为了表示感谢，之前举办了安老怀少守护吉安协勤民力研习暨表扬感恩的活动，表达对民力志工们的感佩之意。今年四月份接连地震，还有七月份的台风灾害，协勤民力担负起支援公部门救灾的重要任务。为了感谢协勤民力辛劳，吉安乡公所特别举办表扬感恩活动，邀请600多位协勤民力齐聚一堂，共度欢乐夜晚。世信宜居，安全乐活在吉安。谢谢我们警察的四大志工，包含了义警、巡守、民防跟三警，也感谢我们义消的四大志工，包含了我们的义消、防宣、救护以及我们的特搜，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氛围里面都可以带来了安全的保障、市性的宜居，还有非常圆满的服务。今天我们带来了老少乐活的一个感恩典礼，也让我们在训练的同时可以认识警消消防的业务，也可以认识义警警察局的业务来共构，让我们无分你我可以通盘式的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有服务的要项以及专业。在这里吉安一定会恪守我们所有家人的安全为第一，让我们一起感谢所有为吉安付出奉献心力的每一位好伙伴。乡长游淑珍亲自颁发感谢状给乡内所属26支巡守队、民防中队、义消分队等，感谢巡守队协助发送独居老人物资到家关怀，协勤民力担负了家暴还有防治失智老人通报业务，而遇到风灾，特搜大队也变成了清洁队分身，全力投入恢复清净家园工作。乡长游淑珍感谢大家全然付出来守护吉安的幸福美好。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